真是个大蠢蛋。常常看到电视上面很多服装设计师随手拿剪刀剪几下，就会出现很漂亮的衣服的各种的设计。那这个领口原来太紧了，我就剪了一个 V 字形，没想到剪得像狗啃的一样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这样剪好像就好看多了。它的吨位数是比较少，但是其实平。行李里面唯一不可以不带的就是这个，因为我现在手是没有力气替自己抓痒的，而且范围很小。那生病之后全身到处都很痒，没有这一只就非常非常痛苦啊。熟悉的海边，以前20岁的时候当过海军3年，对港口也是非常熟悉的。这边就是基隆灯塔的旁边了，在山上，灯塔一定在山上的嘛，等会走路上去。那么天气的话，刚刚天气还是非常好，非常明亮的，但是今天已经有台风要到了，听说陆地台风警报都已经开始发布了。不过还好，这个以前办活动只要是室外，就最担心的就是天气好不好。90天600公里的起点，基隆灯塔就从这边开始了。
现在都市里面很少看到这个在水地旁边还有青苔呢，真是非常有趣的经验啊。才走不到一会儿，太累了，太热了，一直流汗。坐下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，刚好在庙旁边有一家这个小吃店，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